什么好吃的？啊，你看我这里有什么好吃的？你看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地蘑菇啊。对呀，这是重庆。我好像蛮久没有跟我妈妈一起吃饭了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。今天家里面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菜，也喊他们两个老人家过来一起吃上饭，吃重庆。那天摘的重庆一直放冰箱里。今天没有老母鸡煮，就煮排骨，排骨煮重庆吧。可以。炒个猪身，炒什么？我炒猪心呢。我炒什么？这个是猪心呢，猪的心。你今天早上唱的那首歌叫什么歌来的？你哼两句。那宝贝我的。那你哼两句给我听。这是吗？噔噔噔噔噔。你的小汤圆，我的五海味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爸爸。是不是这样唱的？阿绵，你去找爸爸的手机，打电话给姐姐，问他们有没有空来吃饭。好吧。有卷子吃。妈妈，有张记者叫二啊，有人带什么呢？有张记者叫二啊，哪张？那叫阿爸爸不？那叫阿爸爸。你不喊外婆？你喊我，哎，老爷子啦，要乖点，我来啦，我在做来了，你们乖哟。今天了，老张好，他感冒啊？来，再过去。老姚，哎呀，现在那样真的呀，我弟那样怎么办啊？我到我家里了，我那里了嘛，我到了，哎，太难了，哈哈哈哈哈。有没有真的？我来了。我大嫂他们没空来，本来说把这个菌子炒完的，现在炒一半就好了，有一些等他下次他们有空的时候再煮吧。菌子呢？这种我跟大家讲了，重菌这种是精华，这种精品，精品对，精品，这种是精品。然后这种大的话就老了，这种大的可能就如果平时这样放到第二天它就不是很好看了。但是像这种它还没有，还是很嫩的那种哦，你放几天都还很好的。所以一般如果是卖出去的会卖这种，但是这种贵一些。你喜欢吃馒头啊？嗯。我不要。哈哈哈哈哈。重庆。我两个，你要两个。加菜加菜，吃过没有？华晨，你吃过这个没有？没有。那等一下一定要给你尝一下啊！萝卜皮，这个萝卜皮巨好吃，真的是我吃过萝卜皮里面。可以说是这个非常好吃，非常的脆爽。来，你也忘记搞两根黄瓜了，拍两根黄瓜就来这个水泡的黄瓜，好好吃的。这个萝皮，我身边的姐妹啊都被我种草了，都爱上了这个萝卜皮。是吗？是。嗯啊。金的吗？两个呀，两个呀。
关键是这个萝卜皮真的只有皮，中间那一部分皮很好吃。大家怎么的？哎呀，我又咬。好吃吗，博神？好吃。脆脆的吧。这是蛮脆的，嗯，好脆，然后有点酸，嗯，有点辣，有点点甜，辣酱吧，有点冷，还有一点点，辣酱，嗯，这个过瘾，嗯，你还要吃菌子的，菌子都不吃了，都吃萝卜皮了。非常解馋，就是让你吃了还想吃那种。蛮厉害的。嗯。下饭，当吃小零食都可以。送粥也很好吃。你真的觉得哎呀？还要吗？好吃，你看两下被我们吃光了。黄的跟甜甜的，黄的跟黄吃没了黄瓜了呀。然后我们就拿了两种。链接已经放在视频下面了，尝尝吧，姐妹们。好吃啊。萝卜皮好吃吗？好吃。来，我要吃，我要饭。你要煎了没？我煎了。对对。这个水也发，发进来放凉。能煎了没？好，哎，那么热的。已经冷。要拿的。我在电灯呢。你不要吃完了又来拿。知道吗？